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豆豆。今天呢，家里人都上街去了，只有我和奶奶在家。今天我要帮奶奶卤肉，我可是一个勤快的girl。奶奶在卤菜，哎呀，放了各种香料。这个火怎么这么大的烟子？是灭了吗？哎，我来看一下。哎，我感觉塞得太满了吧，这。要把它架空，空气让空气流通进去，有氧气才能燃得更旺。我去，被我彻底搞灭了。哎，我都按照道理来的呀，怎么一番操作灭了？哎呀，好像又可以起死回生了。我得想个办法。啊，终于又被我燃烧得很旺了。大功告成啊！咦，奶奶开始放肉了，猪头皮，这肉都下锅了，奶奶她忘了买酱油了，卤肉没有酱油的话就卤不了，对，现在奶奶去买酱油去了。老年人的忘性真的很大呀，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当大厨掌勺。我今天的任务就是给奶奶当助手，现在就是把火烧好。奶奶咋还没回来啊？我觉得这个水都烧开了，是不是应该锅盖给盖起来？哎，哎，好烟呀！奶奶回来了，买这什么生抽还是老抽呀？老抽。老抽。老抽好些，老抽一次老抽，不是那样弄的，嗯，不是那样弄的，直接把这里这样揭开，啊，把这里一拉的就行了。我沾了油啊，它沾了个油或者那那，一拉开就可以了。我帮你吧，都烧开了呢，现在把这个，我把这个是哪个倒入？啊。你这在涮品子是吧？先涮干净了。嗯。现在可以倒这个新的了吧？嗯，我来倒啊。这全倒进去吗？不倒完这样的哈。你看着。嗯。你看能行吗？是不是要看一下锅里面搅一下？嗯。这可以了哈。婆，你看我把这火烧的好大呀，烧的很旺，我真是烧火的小天才呀，这太旺了。啥？把花椒腌的。用花椒腌了的是吧？腌了那就香一些。腌了就香一些。这卤好了就能吃吧？就帮你慢点，这是啥？蛋头。啊？老婆，你的蛋头。舌头啊？蛋头。没听懂。还有猪心呢。
这卤好了吗？奶，我说大哥几个水知道吗？你又给它翻一下是吧？可以吃了。吃豆豆。吃啥？兔子肉。嗯。哦，好好好。我看看。嗯嗯，你吃。怎么弄啊？撕一点啊。我看看，来。这个我都剁好了。好烫呀。这是兔子腿呀。这个就是，哎，这卤粉还能好，嗯，好香呀，还行吧，嗯，大概干花椒也干硬了，一炒炒的硬一点，就是有一点，还有点硬，还有干了，还要再煮一会儿，出锅啦，这是兔子腿呀。嗯，猪耳朵也好了呢。我还要把这骨头剔。还要把骨头剔掉啊。哦，那个这是去年的。嗯，这个很有嚼劲，这个兔腿。哎呦呦。我配了点这个香菜。嗯。和兔肉一起吃。嗯，你刚刚的啥？嗯。那个这我那个弄个啥啊。嗯，挺好吃。我那个弄个两个了。嗯，就这样够了。嫩嫩的，又有嚼劲。